咁香港咧就係山頂最多有錢人住嘅地方啦。但如果喺柬埔寨呢個地區係最多有錢人住嘅地方？如果喺柬埔寨咧比較多嘅有錢人聚居嘅地方咧，就會一定係會呢個推谷區啦。嗱，推谷區嗰邊咧，多數咧都係一啲嘅富人嘅聚居嘅地方，嗰邊咧嘅別墅咧都特別多嘅，而嗰邊咧亦都有好多間嘅國際大學，包括咗希望國際大學啦、西方大學啦，同埋呢一個嘅金邊皇家大學，都係喺嗰邊裏邊嘅。咁咧，我坐船咧去遊覽呢個柬埔寨嘅時候，見到個島好靚喎，嗰個島叫咩名啊？嗰個島咧，其實咧就叫做鑽石島。咁啊，喺呢個2006年嘅時候咧，呢一個柬埔寨嘅富商啦，呢一個嘅方條新啦，同呢一個嘅金邊政府去合作嘅，咁啊合作去搞一個叫做一個嘅特區嘅衛星城市。咁而家其實喺個島裏邊咧，有啲乜嘢咧？有呢一個嘅寫字樓啦，有呢一個酒店啦，有呢個住宅啦，咁亦都係喺金邊嚟講一個最貴嘅地段嚟嘅。咁啊，亦都嚟緊啦，喺呢個鑽石島咧，亦都會興建一個555米高嘅遊覽觀光塔。咁到時咧，係會成為呢個柬埔寨嘅地標㗎。